口，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辆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而来。就在他准备右转弯时，车尾突然腾空而起，发生了侧翻。随后，紧邻的面包车也飞离了地面，撞到了后边的小轿车。同时，由北向南驶过来的一辆轿车也弹了起来，三辆。